被晒黑了，这样会不会没有人追我啊？哎呦，君君，你太夸张了啦！啊，可是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啦，我们一起去吃冰就是了。哎哎哎，瑞凡啊，你最近有没有找到什么新店子啊？对啊，这礼拜轮到你找新片啦、啊。上次那个波多野结衣。还不错啊。干！啊，我这礼拜电脑坏了，没办法找啊。哈、啊！但原本答应给我的瑶瑶嘞。对哈、哦，你也还欠我一个小泽源。你该不是昨天打龙打整晚就忘了吧？可是我昨天上线一整晚也没看到他。就跟你说我电脑坏啦。哎呦，人家缺。瑞凡又不是故意的哦。哎，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偏袒他好不好？这个好，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下次一定还是会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沈佳宜哎。他一定是被我的魅力吸引过来。哇，女神！真的好漂亮啊！她是蛮漂亮的，不过还是差我一点点。嘿，美玲，我美丽的女神呢、啊？今天的你，连左眼的一个眼睛吗，都比别人还要闪耀动人呢、啊。请问，我有这个机会，请你喝杯咖啡吗？石化了，你错了，他是在对我微笑啦。不对啦，你们没有听说过女神是属于宅男的吗？拜托，你也不想想，你都已几百遍，你不能理你的。啊，幼稚。Excuse me， 小姐，你说我们吗？嘿 ，baby， 虽然。你没有美丽动人的沈佳宜这么吸引我，但我的心还是为了你而跳动啊。瑞凡啊，他是谁啊？你认识他？他我家对面邻居的魏安贞，你这个普妹到底说什么啊？我只是觉得你们，哼，很幼稚。没跟人家说过几句话，也不知道人家的个性，就抢着跟别人告白，你们不觉得这很幼稚吗？拜托，人家又高又正又温柔，哪像你相貌普通又没内涵，我就不相信有哪个男生把朱才梅会看上你啊！我也不信有谁会喜欢你们这种低级的男生。整天只会看电视、打电玩，肤浅又幼稚。你们女生还不是一样小心眼、爱嫉妒，平时讲话又叽里呱的，又比较好吗？随便你们怎么说啦，反正哦，就你们男生就是很奇怪。而且她这个普妹居然还敢拒绝我，哎，不对啦，我想到了，
我们还没有给瑞凡处罚，快把他拖起来先安了再说。三小爱，啊！哎呦，安真，你刚刚是不是和别人吵架啊？你这样太没形象了啊。然后像我一样有气质，才会受万人瞩目吗？安真，你还好吗？熊熊，他说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呗。还好啦，只是那个来有一点不太舒服。我去一下厕所。安正，你可以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还好吧。还有熊熊。我一个人没关系吧？哎，安正也真是的，身为女人，竟然不懂得照顾自己。天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熊熊，你有听到嘉颖刚才说什么吗？我是说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提议去吃冰的。哎，你也不用那么自责啦。是说，如果知道是去吃这么劣质的冰的话，干脆不要去吃了。改天啊，我再带你们去吃真正 high class 的冰吧。真的吗？花花想去，熊熊也想。安真回来，我们再跟他说这个好消息。好痛啊！这次怎么这么痛啊？唉，应该是因为吃冰的关系吧。真不想当女生。干，他们要追过来了！真不想当男生，每次都被他啊！你我我的肚子怎么这么痛啊？怎么还有奇怪的地方痛痛的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安真啊，那你是谁啊？我是瑞凡啊。看，等等，我不会的，等等，天哪！我们该不会灵魂交换了吧？干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为什么要换你这普妹身上啊？我才为什么要换到你这么恶心的身体上面吧？谁恶心啊？要换要换？怎么样？你算了啦，那你说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嘛？不知道怎么换回来，又不能两个都躲起来啊！对，我要去躲起来了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不然你说现在是要怎么办嘛？依我看，现在只能互换身份，直到找出方法为止了。不会吧？我要这样穿着裙子当女生了？变态！哎呦，我们不要再吵了啦！已经上课很久了，再不回去，我们会被人家怀疑的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回去就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，然后什么话不要讲，我们下课再讨论怎么办。那你要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假装身体不舒服，不要讲话哦。在了，来了。安真，我们要去上厕所，你要不要起来？好啊。Oh my god， 你是变态吗？竟然想跟我一起去 bathroom。对啊，熊熊也觉得他好奇怪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他不是在跟你们讲话啦，你们不要误会了。那你要不要去上厕所啊？快上课了哎。沈佳怡，大家好啊。那我们快走吧，别理那个臭男生。瑞凡，你还在干嘛？走啊，下课打钟。好。
人家小欢都不打撸，又跟我们去打球了呢。对啊，我难得牺牲打撸时间要去打球哎。得了啦，不要先跑了。好了，快点走了啦。安正，可以帮我把门关上吗？沈佳宜，当然好啊。安正，你进来干嘛？不是要去上厕所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是请你从外面把门关上。我误会了啦。安正真奇怪，他不知道只有熊熊跟花花才会去上厕所吗？安正啊，这样跟追我的那堆臭男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好了好了，我要去上厕所了啦。啊！看我那个来了！哎呦，安尊，你干嘛大惊小怪的、啊？还骂脏话，真不 lady 耶！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好像听到安尊的惨叫声哎。没有啦。就安哥忘记他那个来了，小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们还在等我吗 ？Of course， 我们是 friends 啊。我们四个，还有熊熊也是啊。好了，快上课了，我们走了。看来不玩就不行，我们就来硬的了。
妹妹，要不要跟大哥一起自己玩呢？干！你们放到谁家里了？小北，你去救救你爸！既然死不丧命，大哥，你们要救的话，救上这个虎妹就好了。啊，神仔，你进来。那么漂亮，她那么丑，怎么看都是她，跟你们标准配啊。你是你们哦，大哥在抽泪事情哦，在他们看就好了啦，不要插嘴啊！你体啊，对女生动就不美了，我觉得你好讨厌啊！啊，大秀，你敢讲？快吧！我你都不会好说，真的。好，你们就好兄弟下好了，逼来逼啊啦！换兽人来逼。没事吧？哎，扶我一下。哼，虎妹不会自己站起来吗？我没事，可是我刚刚真的好怕他们欺负安真哦。安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就松口气了。你们两个都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心里善良的女神啊，你愿意让我护送你回家吗？我愿意为你抵挡所有的荆棘。哦，那安真，佳怡，我是说沈佳怡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她住在我家对面，我可以送她回去了。那就麻烦你们喽。别这么说，能为小姐们服务是我们的荣幸啊，小姐，先请。安真，明天见喽。哦，明天见啊。哎，你家到了啦。温瑞凡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从刚开始，脸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干！没想到沈佳怡是这么鸡的女人。怪我之前还这么喜欢他，原来是这件事情哦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啦，你们根本不了解沈佳怡。好啦，算我瞎眼行吗你？谁叫你们臭男生都只注重外表而忽略内在呢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碎碎念啦？现在哦，帮我们两个换回去比较实际啊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哎，我爸回来了哎！哦，他现在是我爸了啊。啊，好了，反正我们先回各自的家，明天再想办法好了。有道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撤。哎，等一下，错边了。你们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啊？当然是为美丽的女神挺身而出啊！还有啊，为了我用苦练多时的招式打败这笨兽人嘞！可不是，是目睹痞子大哥的英姿才对。你们男生真的好奇怪哦，明明就英勇的解救女生，却很硬的说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男生，你不也是男生吗？啊，对啊，我说错了，是我们男生啊。哈，你脑洞哦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所说跟康永一样是个娘吧。对不对？讨厌，我那娘不是比较温柔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上课要迟到了，兄弟走啦。男生们之间的友情真的好莫名其妙，虽然都有点低级，但一起打球，一起为女生站出来的感觉也还不错啦。
走了啦，瑞凡。如果迟到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怪兽哎。啊？什么怪兽啊？就回家啊。哎呦，安珍、嘉怡，听说你们昨天遇到变态。对啊，你们有没有怎样啊？我跟熊熊都很担心你们呢。我现在没事。哦，当然没怎么样啊。要对我那群，哎，我是说有那群男生来帮我们了。原来那些臭男生不坏嘛。对啊，熊熊也觉得其实男生也是可以有优点的。那是当然的，我们男生啊，可像某个女生一样心机重。你啊，熊熊不知道安静安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在说谁心机重吗？知道我的 beauty 会受人嫉妒， but 我无所谓，因为我有你们这些 friends 啊。所以心机是什么？人吃吗？哦，你们啊，就太单纯，才被那个沈佳宜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一下缝。Hello, yes, 没错，我是君君。要外拍 ，OK 呀、啊、，right now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啊、excuse me， 我可能要先走了，因为等等要去外拍，可能必须先去补个妆。是要去拍照吗？熊熊也想跟花花一起拍美美的照片。好吧，那花花你就跟我一起去吧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。好，那安珍、嘉怡，我们明天再聊吧。你们要好好保护自己哦。嗯，明天喽。干，沈佳怡，你他妈到底在做错什么啦你？谢安正，这两天到底怎么了？平常都对我百依百顺的，今天你凭什么喊我大小声？你也搞清楚状况。昨天那些男生是因为我才会顺便拯救你的，你应该要谢谢我才对啊。哈哈，你在讲笑话吗？要我谢谢你，卖笑羞了。你也不想想，我为什么要让你当朋友？还不是因为君君、花花思想单纯又听话。至于你哦，只是可以帮我做点事情，不然根本不屑你吃。你拽屁啊你啊！还是赶紧搞清楚状况，继续当我仆人吧。哎你！天哪！怎么会这么靠北的女生啊？比起来，我觉得谢安珍跟其他两个女生好多了，至少她们还会关心别人。啊！不是每个女生都跟想象的一样。嘿嘿嘿，小弟弟被我们遇到了哈！上次你那些兄弟们还蛮厉害的嘛！我看呐、啊，现在只有你一个了，不让我们抽一口气吼，再收。你们不要过来哦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要加我了哦！你们不要啊！你们不要我，也没有人会来救你的啦！要活了，要活了！啊啊啊！哦，你们是撞坏干什么？你才为什么要挡在路中间呢、啊？我可以直接
先生，看不出来，你也蛮厉害的嘛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们怎么突然换回来了？哎呦，气菜啦！反正我还是最喜欢这里身体的，不用再换来换去了。啊，刘伟啊，他已经回来了，痞子大哥等等我。哎呦，大哥等等我吗？啊，对，打在阳台那边。他没有给我倒在那边呐、啊！啊！敢、啊、不会吧？你我是谁？